我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小心，小心拍。Yep。很久很久以前拍的，很久以前拍的。是谁？不是很稳吗？不是很稳的。张宏威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来看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不错，你拍的吗？你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好，把那个照片取出来看。怎么了？这个照片取出来看。我要弄一本的。好，你要一本你的照片。我也是。你也要念一下吗？对。阿青。你怎么都要叫阿青？我非常喜欢他。真的。这样。哎呀。很久以前。认识了吗？堂哥，真的，你认识？这是我堂哥。啊，你堂哥，那个谁了？阿婷。这是哪里？我家。哦，在我家很近。我跟我老婆一起就在这里。哇。三天，只有一个周末，一个周末。你家。这就我。谁拍你？我老婆。她跟你一起洗澡。是。因为我们结婚了。那没有小孩吗？没有，只有你。为我是其实我已经帮你找了一个小孩了。是他，曾如意。曾如意。不是他，是曾如意。哦，曾如意。他是你小孩。他是我的小孩，为什么他是？你看我女儿。等一下，哪里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女儿吗？因为她是我干女儿。你是桃山国小的？这个是。这个。觉得怎么样？你女儿，干女儿，过来。你看过吗？小心。他认识我。我认识你。这谁？新娘哦。不知道，这新娘。这两个是伴娘哦。他一个新娘，两个伴娘哦。很久以前拍的，差不多。我把它删掉。
打三架哈。啊，我朋友的幼稚园的小孩。哦，我帮你听，我帮你听，你要听吗？好，我的这个完全删了。我来看。啊啊，对，是了，在这里。这是我耳朵机。啊。我听。来，钟汉。你听吗？听到了吗？可以，都可以听，都可以听。谁的屁股？看我。啊！为什么我的屁股？好，